我第一次在新一微秀参加首映会，真的吗？好刺激哦！很刺激吗？红毯好长哦！大家知道你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很辛苦吗？特地的，我们派出最气派的列车接走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自己还是一个大明星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想想跟对方的对戏，第一画面那个印象最深刻的。是哪一场？有没有办法同时说出来？就是第一直觉哦，我们看看他们俩到底是不是一样，好不好？对，想到这个引爆点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家楼下。印象深刻，其实这一引爆点对我来说很不好拍，是一种很新的尝试。对我来说，我自己回想一年前拍摄的时候，其实现在还是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压力。对，我自己在电影院看的时候，看自己演的角色，就觉得好紧绷、好紧，就马上联想到想到拍摄的时候那个心理状态，所以很难去客观的去评论这部电影。我还蛮感谢我的对手是一凡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投入，就是我们第一次站在那里，其实我们就是要演一个我们要分拍的戏，所以就是我的对手其实也完全帮助我，就是我们的分拍是让人很伤心的。